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梦到你穿着军服，在一艘船上。我也会在那里哦，但是我不认识你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你可以在4点半叫我起来吗？快进来！你是谁？我们现在不在真实的世界里，我们现在在梦里。妈，如果现在时间倒转，你还是会嫁给他吗？就算你躲到飞往火星的太空梭上，我也会找到你。